月四号中午开始，人民力量、热血公民、香港人优先、香港大游乐场以及纪元友等五个团体在香港九龙旺角行人专用区集会，支持近期不断遭中共五毛党及亲共组织抹黑的林慧思老师。动员所有这些所谓共产党外围组织去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学女教师，啱唔啱啊？啱！清关会、爱港之声啲妈唔家产去搞乱香港系咪？我哋一定要反击系咪？而家连啲差佬，两个差佬嘅工会高姿态发声明，谴责一个见义勇为嘅女教师。你啲差佬已經做咗香港嘅公安係咪？唔撐呢個林慧思老師，第一就輪到我哋。OK， 共產黨同埋佢嘅奴才得寸進尺。佢話講一句粗口教壞細路，你老尾陳茂波呢度唔教壞細路，係咪？賴死唔走唔教壞細路，梁振英僭建講大話唔教壞細路，呢班唔家產全部捉曬歷史堆填區，得唔得？你哋就幾百個警務人員保護咗幾十人，法輪功，法輪功俾佢滋擾咗年紀，你哋可以肆無忌憚冇理，呢個係咪曾偉雄嘅？立場，曾偉雄我撤，曾偉雄我撤，曾偉雄我撤，曾偉雄仆街！我同情你哋啲警務人員啊，開字頭打你哋都冇事嘅，網上傳一個嘅片，開字頭可以公然打警務人員，可以完全冇事嘅，香港從未試過噶，得下開字頭係開字頭係惡化黑社會啊，係嘛？我知道你哋心中都好憤怒。此外，法輪功學員亦在現場派發特刊和真相資料以及報紙，反應熱烈，吸引不少市民前來了解真相。經常都有住喺紅磡，我經常見到青關會打壓法輪功，我路過很多次，路見不平，我亦都影到很多相喺網上邊。但係上一次呢度發生的事情，呢個令到我忍無可忍啦。今日我放棄我嘅好多嘅娛樂嘅事啊嘅情況，我出嚟呢度，我係支持呢個法輪功。其實我唔係支持法輪功嘅，我只不過係俾青關會令到我影響到我支持法輪功。佢哋好和平喺度宣泄佢哋嘅主張，佢哋嘅理念。但係青關會多次甚至乎攞埋把西瓜刀出嚟，警方竟然間係視若無睹嘅，呢個我係完全唔能夠接受。平時我好少講粗口，但係我就係支持林慧思老師講 what the fuck， 我希望香港政府、香港希望呢個香港警察唔好公安化。多謝各位。因為咧，法輪功咧係共產黨嘅眼中釘，其實佢主要就係針對法輪功。咁今次呢個林老師佢係為法輪功出聲嘅話咧，警方就一定會係打壓佢嘅，因為佢哋要向中共咧係去示好啊嘛，要立啲功俾中共睇啊嘛，所以佢哋一定係打壓林老師嘅，因為一啲咁嘅事你都要去搞到一個老師。咁第二時我哋小市民去指證警方嘅不公義嘅時候，係咪同樣都會被打壓咧？咁所以我覺得法輪功佢喺即係街上邊誒發表嘅嘢咧，其實應該都係要繼續。咁我哋市民咧就多啲消息咯，因為如果法輪功唔講出嚟咧，其他嗰啲報紙咧就唔講嘅。法輪功嗱，我自己唔係法輪功嘅人啦，但我覺得佢個不屈不撓嘅精神咧，係我哋市民應該學習嘅。佢哋其實冇官做㗎。嚇、啊！有咩人俾錢佢哋啫？佢哋受咁多皮肉嘅苦，佢哋都去堅持咧，梗係有佢哋嘅原因咯。我覺得警方嘅執法有啲偏頗咯，嚇咁同埋冇做到佢應該警察要做嘅責任，盡到佢嘅責任嚇。咁、我所以先出現呢件事件。青關會人騷擾法輪功，你點樣睇呢咁嘅現象？我唔反對人哋表達意見，但係唔好阻住人哋表達意見。只不過佢喺今次事件嚟講，佢嘅行為係阻止人哋表達意見，言論自由啦。我諗最簡單係言論自由，咁最核心嘅價值，因為香港嘅呢個係香港核心價值，即係要俾人講嘢。我哋應該捍衞翻我哋香港嘅自由。咁同埋我哋最主要都係唔贊成，就話你警方點解唔一個公平嘅執法，所以我哋先會出嚟嘅啫。
佢絕對係唔可以代表我哋香港嘅市民嘅。佢呢一班清關愛會嘅人，絕對唔係一班啲咩嘅好人啊！下午一點過後，行人專用區逼滿咗聲援嘅市民。集會期間亦發生警民衝突事件，先係香港人優先成員趙顯聰走到親共組織家長聯會論壇，卻忽然被警方指搶槍，遭多名警員先按在地上，之後被強行抬走。他高呼被冤枉，其後到警署證實一場誤會後獲釋。我冇搶過槍啊！你邊個搶槍啊？我冇搶過槍啊！差人屈我搶槍啊！差人屈我搶槍，我冇做過。接住，親共團體提早宣布結束活動，但現場仍聚集大批市民。有市民報案指被疑似便衣的警員打傷，但該疑似便衣警員在軍中警員護送下離開，沒有被拘捕，引起現場市民強烈不滿，批評警方執法不公。大約十幾名警員被過百名市民包圍，警方派出近百名機動部隊警員維持秩序，護送被包圍警員離開。警方一度封鎖港華醫院對出一段燈打市街。另外，保衛香港自由聯盟、社民連、工黨、新民主同盟、民陣、街工、人權監察和華人民主書院等25個團體，以及來自教育界、文化界、醫護界和泛民區議員等10多人一起聯署，支持林老師仗義執言，爭取公民權利。梁耀忠議員透露，有警方家屬爆料，指警方不執法是收到上級的指示。他說原來他們是上台是給出指引給他們，就當凡身接到有關一個嘅清關會同埋大警員嘅問題嘅時候嘅話咧，咁佢哋出巡嘅話咧就係坐視不理，唔好理佢。依個係政治嘅指引，係去打壓咗一啲政府認為嘅意見嘅團體。自從梁振英上台之後咧，香港文革式嘅批鬥、文革式嘅鬥爭咧係出現嘅，有愛港力啦，呢個關愛啦。關清啦！呢班人簡直係被呢個曾偉龍包庇嘅。聯署信指出，林慧思仗義發聲嘅旺角事件，再一次敲響特區政府步向滅亡嘅警鐘，要求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以及保安局局長黎棟國立即調查警方縱容清關會以及選擇性執法嘅行徑。香港大紀元記者林怡報導。